好的，那接下来你不是离开公司然后找他吃饭吗？是。那吃饭的时候谈什么？好，因为是去约去看电影。对。那看电影一定是之前要先吃个饭嘛，然后再去看电影，先买电影票，就是反正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自私的行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是啊，自私，我觉得这样很好啊。约会不就这样吗？不一定啊，现在约会年轻人约会是没有吃饭，就是看完电影直接去开房间，对啊，吃宵夜，比较讲究效率啊，聚在一起啊，对啊，真是，然后反正就是今天好好教育我，然后就是吃饭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反正呢，我觉得任何事情哦，就是缘分来的时候，就会让你做一些你平常不会做的事情。我居然第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，因为不知道聊什么嘛。就问他说：“如果结婚的话，你会希望怎样？”跟你没有，我就跟他讨论结婚的话。第一次吃饭，我就问他讨论这个结婚。我说：“如果你觉得说如果结婚的话，就是你会希望就是说，就是跟公公婆婆住呢，还是跟就是跟那个就是另外一半的钱要分清楚呢？”我居然跟他聊这些事情。这个人家女生会以为你已经在暗示了呢。不会啦，因为第一次聊这个时候才比较好聊。你一两个月以后发生关系以后再聊这个事，你这样就最后就关发生关系了。我的意思说，太慢了。我的意思，做慢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有发生关系以后再聊这个事情，不是更敏感、更不能聊吗？这个一定要在什么事都还没有发生以前先聊。那他怎么回答？你就是很认真跟我那个聊这个事情啊。然后不是就去看电影吗？对。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完这个，因为那个电影是星期五看，等于是他下班以后去看的，就突然觉得说，这个礼拜看电影，那下礼拜不看怪怪的。于是又打电话给他说，我们下礼拜看电影哦。又是你打的。对，我觉得好像这样看电影，就是看了好像快两个月吧。每个礼拜五都约出去，对对对对对，连续两个月这样。看电影的时候有牵手吗？就是一直到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牵手这件事情应该是自然而然，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吗？没有，我跟他第一次牵手超奇怪的。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呢，也在追另外一个女生。那我们就约好说，他因为他还没有正式跟他追，他就说好，那一天我们四个碰面的时候，就是他正式推他的那一天开始，这样我们就变成两对。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还记得是在淡水，然后不是要淡水就在红绿灯要等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就是要过马路，突然要停下来，对不对？我的朋友就给我使了一个眼色，就是就这样。绿灯一亮哦，他就牵着他的手就走过去了。那一对，对对对对。那他那个使眼色就叫我要照办啊，我就这样子，就是第一次就这样牵的，就没有放掉了。那个你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你太太的手就让你牵着。对啊。那你是什么时候搂她的腰？哇，你这时间点我搂歪了。那个好歪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跟这個、就是说一个人要恋爱哈，要敢，爱看尬你的。对，要有敢，对不对？不然女生一直觉得说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我？对不对？女生也在等。我也在等啊。哎呀，没有，这是她先搂我的腰。因为我骑摩托车啊，我载他啊，这不算，拜托那才算呢，算啊，倒追的意思。不然你为什么要买 DT？DT 那摩托车是斜，就是让他后面能抱住，就是滚。他是被动的啊，那什么叫被动？要制造机会就变主动。那你主动搂是什么时候？他载你的时候。谁会分得清？想不起来。谁会那么多年前的事情想？那你有写情书给他吗？好像，因为那个年纪已经有 BB 扣了，老实啦，没有写情书，没有写过情书，情歌我好像只写过一次，写过情歌还是情书？情书，情书。那他有回信吗？有啊，那个很重要，写情书对方有回信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可是我那个情书不是一个正式的情书，是我要提分手的情书。为什么？因为要提分手啊，怎么提分手用讲的吗？用马用写的？用写的。为什么要分手？以前没有赖啊。为什么要分手？就是觉得反正一定是觉得不适合嘛，或是觉得有问题嘛，才要提嘛，这样子。然后我就写了，就这样。所以他才回信挽回你的意思吗？试图其实也没有挽回，然后我好像也就没有分手了。
扑朔迷离啊！写了分手信，然后没有分手，一段糊里糊涂的感情。没有以前，我说实在以前啊，说实在的，有很多绑手绑脚的观念，比如说，好像跟人在一起，不管你们感情适不适合，就是好像不能随便说要分手。嗯，就是以前那些观念都是卡得死死的，你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明确，就是说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我如果跟你在交往啊，有些事我是做不到的，没有那个观念。嗯，就是大家都和在一起。